Hello，Hello， 大家好啊！我是许群，四万大叔。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呢，叫做欧曼，叫阿曼啊。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神秘感以及新奇的一个国家。我之前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国家。它坐落在阿拉伯半岛的最下方这个角落里啊，旁边就是阿曼湾。今天呢，伴随我来到这里的，或者说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呢，就是我背后这台车。这台车呢，可能对很多的镜头前的朋友来说呢，既熟悉又陌生。没错，它肯定是一台阿斯顿马丁，因为你从它的整个的前脸和它的整个的 shape 造型就能看出来它是马丁。但是它又不是一台普通的马丁，它有着更加宽广雄厚的一种状态，以及更高的底盘、更大的轮毂。它就是 DBX， 就是106年的阿斯顿马丁的品牌历史上第一款 SUV。 同时这个底盘呢，也是阿斯顿马丁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豪华四座的一个车的底盘，它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而这台车呢，在阿曼这种多山多砂石路、很崎岖的这种非涂装路面、大量的这种山区的这种道路下，它测试的就是作为一款 SUV 更好的这个底盘的这个通过性。而我今天的试驾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或者说惊喜呢，并不是来自这款车在公路上的这种运动性，因为作为一个有着阿斯顿马丁的这个 logo 的一个车来说，它的运动性是必须要有的。而它给我巨大的惊喜反而是在非常漫长和这个崎岖的这种砂石路面上带给我的仍然非常开心而且绝不无趣，同时又充满自信的这种驾驶的感受。而这台车的任务也是跟着阿斯顿马丁的底盘工程师一起来调教这部车的整体的整车的技术，而带来的这款车在以往阿斯顿马丁的车辆从来不会去的这种路面上，它所带给驾驶者同样属于阿斯顿马丁这种非常酣畅淋漓的驾驶感受。而这款车之后还有4个月的时间呢，正式的量产车就要问世，所以在这4个月之间，还有2台更高阶版的原型车会继续进行测试和调教。一个传统的英国品牌，终于在很多的传说之后，给我们带来了一款品牌历史上第一款 SUV。 虽然它相对于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或者兄弟品牌来说，它来得有点晚，但是呢，作为马丁本身来说呢，它应该来得恰到好处，因为它正好赶上了阿斯顿马丁品牌的一个高潮发展期，也让这个品牌整体的它的这个车型的系列呢更加的丰富。结合我之前做过的关于 DBX 的设计的一些视频的讨论，今天呢也有了一些初步的驾驶感受，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现在开着的一个完全没有铺装的一个砂石路面，你可以选用它的这个6种驾驶模式中的运动或者运动家，也仍然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有着非常好的一个驾驶。同时呢，它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常规可以有一个这个47、53的这么一个前后的分配，但是呢，在极端的情况下呢，它能够让这个后边的后轴的动力分配达到100%啊。据我所知，在 SUV 领域还没有一个产品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让它变成一个100%的后驱车。在驾驶中呢，这款车它确实提供了很好的抓地力以及车身的稳定性啊，这跟它的这个四驱系统以及呢它的这个48伏的这个主动式防侧倾系统也有着关系。这款车的这个弯道的驾驶感受也很好啊，因为它有一个小的转向比的一个调教啊，14.4:1。阿斯顿马丁 DBX 这款车呢，它是一个4.0的双涡轮加上一个
八速的一个八前速的一个变速箱，而它并不是一个数据怪兽啊，550马力700牛米，这并不是一个数据怪兽，而且它的0到100公里的官方的公布的这个数据也只有4.5秒，这一切都不代表它是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 SUV。 但是当你开起这款车来，特别是在一些这种有着一些碎石的一些沙石路面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驾驶乐趣非常的高啊。它是一个三腔式的一个独立调节的这么一个空气的悬架，它同时可以调节高低和软硬啊，这也是很智能的一个空气悬架调教。同时呢，这款车它提供了运动加啊，以及呢这个全地形和全地形加，同时还有这个正常的和这个一个 GT 的一个模式，以及 individual 啊个性化模式。所以我很感兴趣的呢，是它在越野的时候可以，或者是在通过一些曲折路面的时候，可以用它的这个新的这个全地形模式。而这款车，它在我认为它在这个底盘和动力匹配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换挡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不管是降档还是升档都是非常的快，而在路面车身表现出非常稳定的状态，而轮胎也有很好的抓地力啊。再降一档，用它的加模式很从容。阿斯顿马丁从今天开始，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超跑或者 GT 的品牌，它往高性能 SUV 跨了一步。而且从 DBX 这个车的实用性来说，我在后座也坐了很久，它的整个的空间舒适性豪华氛围都不差啊，都可以配得上阿斯顿马丁这个品牌。同时我更愿意坐的无疑是我现在在开坐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驾驶座椅，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了这个驾驶乐趣和这部车的一种互动，以及通过这部车和道路和环境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是充满魅力的。我也建议大家有机会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道路，去体验阿斯顿马丁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今天确实非常开心，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这种喜悦，一种做了20年的汽车媒体仍然能够难得带来的驾驶的这种乐趣。确实今天从这部 DBX 的一号原型车上确实是体会到了。那我今天呢就说这么多，因为它毕竟只是一台原型车用来进行试驾的，我觉得已经给了我很多的新奇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述呢就先到这里啰啰嗦，说了好多，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把我内心想传达的东西都表达清楚了。也希望你能有机会来体验一下这款车，特别是找到这样的路面一定是非常爽的一个事。